大家好，我现在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我们师傅封罐机的好处。来，先打开，你看一下，我们结构相对简单，但是功能强大。再来看一下这些铁罐，大家都知道铁罐会在运输种种情况下容易变形，我们现在就特意把罐子弄得变形度大一些。来，你看一下，它都瘪了，瘪了很多，比起平常的这些。再来看一下运行，可以看到它遇到这些变形的罐子是会停止的。现在手动转一下这个转盘，把盖子跟罐子都拿出来。将变形那只拿开啊。再来看一下这里，我们按一下这里故障复位，再按一下原点，就会看到这个转盘自动调整到最开始设定的中心位置，然后停止，再按一下启动运行，设备就能走起来了。